我今年出的时候买了这个冰柜，一直都没有整理过，然后东西越买越多，现在堆得特别乱。我今天打算把这个冰柜收拾一下。这个冰柜一共有5层，但是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把每一层都整理一遍。我会先整理这个第二层和第四层。第二层主要都是一些冰淇淋，然后它都是 这种盒装的，有的时候就快吃完了，但是盒子还放在这里，或者吃了一半。
就很占地方，所以我买了一些收纳盒来放这个冰淇淋，先收拾冰淇淋这一层吧。我一共买了这五个盒子，右边三个是拿来放冰淇淋的，它会稍微短一点，我是提前量好了那个冰柜的尺寸买的。然后左边这两个是会稍微长一点，这个是拿来放三文鱼的。这个盒子中间的隔板是可以拿下来的，然后它的质量看起来也蛮好的，所以我最后就在官网下单买了，没有在淘宝买。它的塑料看起来是很厚实的那种。这些都是在 Costco 买的这个黑糖珍珠，我平时是不喜欢喝奶茶的，我只喜欢喝黑糖珍珠。然后这个喝起来呢很方便，只需要微波炉加热60秒再直接倒牛奶就可以了，所以我买了很多。然后它这个盒子比较大，就很占地方，这一盒已经快喝完了，但是我也不好拿出来，然后我量好了尺寸就把它放到这个最小的收纳盒里。主要是想放这个三文鱼，因为它是一袋一袋的，就不太好放，不规则。这个三文鱼它每一袋上面都有印保质期，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另外打标签标记了。尺寸是一样的，可以上下叠放。
然后这个尺寸我买之前是量过的，是可以正好放这种装在保鲜袋里面的，然后扁扁的东西。但是我现在家里面没有特别多这样子的东西，只有两袋。这个是上次那个红豆，然后这个是蒜蓉。我冰箱里有很多这种装在保鲜袋里面的东西，它也是不太规则，我打算先把它们都放到这个盒子里面。这个是冷冻的南瓜，然后这个是冷冻的芋头。这个面包生胚做了那个面包嘛，我觉得这个蛮方便的，所以后来我又去超市买了这一种。我以为这个是另外一种组织更细腻的生胚，我本来想用这个做吐司的，但是我刚刚发现它其实是已经烤好的面包，就只需要加热一下就好了，不是生胚，只能用这个来做吐司了。有一回我那个冰柜的门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打开了，然后因为它门开的不是特别的大，灯没有亮，所以它也没有报警，然后就开了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吧，可能有几个小时，所以当时很多东西都化了，然后这个当时可能也是化了，就粘在一块了。我想了一下，还是今天把它全部都用掉算了。
这个现在变得好大呀，这个吐司也已经发好了。这两个吐司和这个香肠面包烘烤的温度是一样的，都是180摄氏度，就是时间不一样。这个香肠面包是烤15分钟，吐司是烤30到35分钟。这两个我会一起烤，烤到15分钟的时候把香肠面包拿出来。冰箱收纳的视频里面，很多人问我肉类的正确储存方法是什么。其实虽然过去一年了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出来什么很好的来保存肉类的方法。这一大包都是鸡腿肉，我今天想到可以把它拿那个保鲜膜一块一块的包起来，然后放到这个收纳盒里面。但是保鲜膜不太环保嘛，我买了这个冷冻纸，它是这种一大卷，我在亚马逊上面买的，可以用很久。这个还是我很早以前买的，因为这个肉一大包里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块，反正它就是一大包一大包卖的，我也没想好要拿这些鸡肉来做什么，也没有办法提前腌制，所以就把它用这个冷冻纸包起来，每一块分别包起来，然后再装到盒子里面。这肉怎么这么大呢？这个肉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。把这个翻过来了，是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血水，然后如果这个样子放的话呢，它会从下面流出来，所以要反过来放，这样就不会有血水流出来了。
质量可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好，就是它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卡得很紧，可能是底下的三文鱼它的包装不是很规则，所以又顶出来一点。我现在其实还有卖甜品，然后我朋友很喜欢吃我做的甜品，他前段时间找我订了一些，我今天就正好把这些他订的甜点带给他，这些都是昨天做的。这个是榴莲奶贝，这个是肉松小贝，这一盒是草莓雪媚娘，
还在中超买了一包西米，我最近突然特别的喜欢喝杨枝甘露，想自己在家做一下。还有一包咸蛋黄和一袋生姜。今天我还买了两盒这个酸奶，这个酸奶我最近很喜欢喝，它那个质地特别的细腻，本来就还蛮好喝的，就买了两盒，最近在促销。然后这一盒是我朋友带给我的紫米粥，我朋友在鲜芋仙工作，然后这个是他们店里的紫米粥，他说特别好喝，然后给我带了一瓶，明天再吃好了。我今天在 Costco 看到这个真空保鲜袋清仓促销，就买了一盒回来。我最近发现把肉类放在这种真空保鲜袋里面，然后抽真空再保存的话，可以保存的时间更久。因为这两天我不是在收拾冰箱嘛，我就看到那个真空保存的三文鱼好像挺好的，就是我平时放在保鲜袋里的那些肉，感觉解冻之后有的时候会有些怪怪的，但是那个真空的三文鱼它解冻之后就还是很新鲜，所以我今天就先买了一箱这个回来。然后那个抽真空机我还没买，我想再考虑一下。
我前两天收拾冰箱的时候，看到我冰箱里有一大包这个猪蹄棒，因为卤一次猪蹄棒耗时还挺久的，然后我觉得挺麻烦的，所以我想今天一次把两个蹄棒全部都一起卤了，然后再把它分装成小盒。我昨天在那个 The Container Store 买了很多的小的盒子嘛，就是用来放这个猪蹄棒的。我去年做过一次卤蹄棒，当时那个蹄棒太大了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，所以呢，当时我把那个吃不完剩下的蹄棒都把它装到小袋子里面，放到冰箱冷冻了。然后我吃的时候呢，我会把烤箱打开，然后把那个蹄棒放到烤箱里面去加热，因为它有很多油脂嘛，会溅出来很多油，感觉微波炉像要爆炸了一样，很吓人。所以后来我发现把它放到烤箱里加热就不会有这个情况。我大概前两个月吧，在淘宝一家店买了他们家的一种秘制的卤料包，是这家店的，他给了一张很大的卤制方法，我打算研究一下，然后用这个卤料包来卤。它这个一包可以卤15到20斤的肉，还挺多的。我这个蹄棒大概只有可能3-4斤的样子吧。它还送了一袋可能是纱布，还有一个小量杯，这个是那个纱布袋，可以把这个卤料包放进去。他还送了一包这个糖色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以前没见过。我看到他说如果卤的肉不多的话呢，有两种办法，一种是把一整包卤料包放进去，然后煮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尝一下味道，如果觉得味道可以了，就把这个料包捞起来，然后下次可以再用。第二种方法呢，就是把它分成小份吧，但是它这个里面各种各样的香料都有，我觉得很难把它平均分成小份，所以我打算用第一种方法。我现在烧了一锅水，要先把这个蹄棒给焯一下水。说明上说要放2500毫升的水，但是我现在才加了1300毫升左右，它就已经快满了。我也没有更大的锅了，只能先这么煮，等它水分蒸发了，然后再加吧。
这个提棒已经炖了有一个多小时了，但是它好像还不是特别的软烂，可能还要再炖一会儿。然后它的水也没有蒸发掉多少，也不知道味道会不会太重了。好红呀，现在已经特别的软烂了。我最近学会了一个超简单的开椰子的方法，就把上面这一圈都削掉，然后现在就用刀背沿着这个一圈敲打，然后它就会自己开了，很神奇。中间就有一个圆形会翘出来，感觉好神奇啊。而且这个圆还挺整齐的。这个剩下的卤料包还可以用几次？我问了一下那个店家，他说可以放在这个卤水里面，但是我总担心它会在里面泡时间久了，味道会变重，我还是单独放好了，把它单独放到这个保鲜袋里面。我们这边一到夏天，椰子冻就特别火，我也没有吃过椰子冻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火。正好这次买了很多椰子，就来做一下。
我刚忘了说，我又多加了一片吉利丁片，所以我用的吉利丁片一共是15克。因为我看很多人做出来好像那个椰子冻不凝固，可能是吉利丁有点少，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嘛。哎呀，把那个，我突然发现我把这个椰子的这个头给扔了。两个椰子冻凝固的都挺好的，就是这个它上面有很多的泡泡，这个的话倒没什么问题。我先尝一下这个有很多泡泡的吧。